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星期三，四月十号，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每一天要感恩，每一天要仰望着主耶稣，每一天要注目于主耶稣，而且要牵着主耶稣的手回到天家。感谢赞美主，要记得每一天要爱人爱神 ，OK？ 要爱神爱人，而且要走正义路 ，OK？ 不要走歪。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好自己。好，今天要讲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是昨天星期二，还有刚才后面那边一点是刚才醒来的时候看到的异象哈，所以感谢赞美主。那这些时候呢，异象就减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要回家了哈，而且我的眼睛就是世界的东西就看得模糊了，属灵的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感谢赞美主，神都有他的美意。为什么我一边眼睛呢只能够看到属灵呢？他都有他的美意哈。 OK， 我今天到就分享吧，昨天就到我的脑海中，是不是神在准备我的我的这个right eyes 就是右眼哈，是不是以后呢能够常常到天堂跟阿巴父一起去找阿巴父哈。所以呢大家继续努力，神都有他的美意哈。而且也是跟我们讲到时间真的眼睛不能够一直这样下去。阿巴父主前天有给我们看到意象说 put an end to your， 就是你的挣扎，你的一切就要到末了哈。所以意思讲我们真的要回家了。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因为眼睛的问题，我不能够读太多圣经节里面的哈，那我就而且图片就是看图片，然后我记着多少就讲多少。感谢赞美主。好，今天昨晚跪下来，就是一样的，看到很大颗的心，主继续表示他对我们的大爱，而且另外一段是发亮的天空，满天空都是天使，而且被提的门，还有电流哈。哎，今天怎么刚才没有听到电流声音？大概但是昨天还是有听到滋一样样的哈，只是现在还没有听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听到现在我们这边凌晨5:25，中国马来西亚已经下午4:25了。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继续努力，真的要回家了。好，弟弟华枪先来的灵命之粮，就是说约翰福音10:10讲到主耶稣来是要救我们的生命 ，OK， 是来救人的生命，而且要人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哈。感谢赞美主。圣经中有许多命令 ，OK， 教训，一方面叫人不要做什么，一方面又应该做什么，一方面是禁止，另一方面要求 ，OK， 大概有些人就觉得说 ，OK。主啊，你要我这样，要我那样，OK， 我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我要过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生活，这是非常怎样讲背叛主耶稣的哈，是非常怎样故意去得罪神，故意去使神愤怒，故意去反对神哈，是不应该做的事。所以呢，我们神是为了我们人 ，OK， 所以叫我们要做正义的事情 ，OK， 每一天要走正义路 ，OK， 不要做错，做错了后果是不可思议的，最后是死亡在地狱，不是说就是这样死了就没有灵魂在地狱里面被火烧、被油炸 ，OK， 被魔鬼在torture，OK，、okay? the devil torture the souls in heaven， not in heaven， in hell，OK，、okay? so the devil will torture。Human souls in hell. Okay, that is forever eternal fire. So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e have to be righteous in God's sight, in man's sight. Okay, 感谢赞美主。另外这边讲到，一方面是禁止，一方面是要求。与外面说来呢，的确是有许许多多该有的跟不该有的生活哈，言行品格。但是归纳起来呢，不过是两个人的问题 ，OK？ 到底是旧的人还是新的人呢？亚当跟基督的问题 ，OK？ 所以神所禁止的、定罪的，就是旧人里的生活 ，OK？ 所以神不要我们做的就是像
就是人定罪 ，OK， 得罪神。好像以前的我们就是旧的我们，现在的我们是新的我们，所以我们在言行、在行为上，在各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要荣耀神，不要过着以前的生活哈，以前就让它过去吧。OK， 但是从今以后就要过着正义的生活，所以神要求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生活行为，这也是两个生命的问题，什么样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生活与行动，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的生命是正义的话，那我们过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都是正义的啊。如果我们是属于肉体的呢，这生命呢，那我们的肉体呢，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性情啊，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言行都是旧的，就是定罪的。OK， 我接下去。这些属于世界呢是不符合上帝了哈，是属于灭亡的。神所要求的不是旧人改变一下，乃是换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从今以后不再回去以前的生活，就是从今以后就是过着一个神圣 OK 新的生命 OK。从这个生命里面出来的一切才是好的，蒙神悦纳的哈。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重生时已经进入我们里面，同时旧人旧的生命呢，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按他按地位说是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OK， 就是说我们旧的我们已经跟主耶稣被定在十字架，已经过去了。OK， 已经神已经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定罪了。OK， 但是要记得主第三天的时候又复活了，所以这一次复活节就要到了哈。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就能做好的，乃是彻底的放弃以前的我们。OK， 将之交付十字架，同时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哥罗西第三章第三节了，虽然重生时已经得着，就是最虽然接受主耶稣之后已经得到这个这个怎样讲新的我们这种的新的生命正义的生命，但要得到更丰盛呢，才能够胜过旧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得到更丰盛。 OK， 所以为什么我每天要灵修呢？为什么每天要听神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灵一定要每一天都进步，每一天更丰盛啊。 OK， 显示神的荣耀跟美德。 OK， 真能过OK， 能够使神喜悦，与主远远在一起。感谢赞美主。好，我就分享昨天看到的意象哈。9:33，9:33，9是圆圆九九，33是乐乐。OK， 就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好像人家掉东西啊，不是在一大堆的东西里面拿出东西出来这样哈。OK。就是神在跟我们讲，现在属灵上已经在很努力，他们那边属灵里面已经一切都准备好，而且非常准备怎样讲，就是说他们属灵上的要做的就做了，而且每一天都很多活动啊。OK， 昨天下午呢 ，OK， 是前天下午记得吗？我跟我的小孙子，就两个月的孙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听到左边就是 left hand side 那边就听到阿巴父的笑声 ，OK， 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OK， 是在阿巴父的宝座前哈，这是之前好几次祷告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 ，OK， 那阿巴父在的笑声有多久呢？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讲，差不多八秒钟，蛮长的时间哈。后来呢，就我的右边呢，就是 right hand side， 就听到这个魔刀的声音。魔刀就是被踢，阿巴父很开心，我们就要被踢了，就要回家了。但是另一方面，审判就下来，所以就听到魔刀的声音，差不多可以讲半分钟啊 ，thirty seconds， OK， 最少有很有可能一分钟啊，但是不要紧，就是说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现在我们真的要准备好了，留下来
就很糟糕，但是没办法，他们这些人不相信的人，你就算怎样逼他，他都不相信。所以呢，留下来的话是不可以生气神 ，OK？ 因为神毕竟给每一个人是同样的一颗心 ，OK？ 同样的呼喊 ，OK？ 但是只是固执的人就继续固执下去，就像圣经里面启示录讲的22章里面讲说，固执的人就继续固执下去，不正义的就继续不正义，正义的就是继续正义 ，OK？ 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这是配合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里面讲到，人毕竟到了这个程度哈。好，接下来呢，在11:18的时候，昨天早上就听到叮 ，OK， 真的在我旁边，而上次之外，叮很大声，那我就紧张，怎么是11:18 ？OK， 是不是有188？看到青色的字188，对，就很紧张了，然后一直问主啊，是不是要到18号了？但是后来神给我看到意象，不是18号，就是这些时候了哦。然后呢，下一个分钟呢，就11:19的时候，又有一个叫像我们的饭锅大一声的干，那19也是10 ，OK， 一加九就是10，就是说背题就在10点的单位 ，OK， 到10点的单位就完了，十就是完了，好。那我就进入看到的意象哈，就看到这个圆圈很亮的圆圈，也可以讲这个时钟，也可以讲新天新地哪一端。那下来呢，就看到一棒的四方格 ，OK， 四方格常常讲到时间 ，OK， 圆圈也是只讲到时间，就是说后面的四方格呢 ，OK， 也像时钟一样，也有四方格的，已经走到一棒了哈 ，OK。接下来就看到时间就是一个画的画面，时钟这样哈，它是一条线一条线很清楚的哈，就像我画的这样。然后只剩下多少呢？就是只剩下5点的部位单位，5点、6点、7点、8点、9点，再上去一点哈，只剩下这几天了，只剩下这几天了 ，OK。所以昨天下午东方那边已经星期三对不对？现在我们这边星期三了，对呀，星期三了，下午 OK， 星期三东方那边已经是凌晨了哈，半夜过后星期三了哈，所以就在5点的单位，大概我们现在在5点的单位了，对不对？现在是10号，10小时对不对？在5点的单位了 ，OK， 5点的单位，6点、7点、8点、9点 ，OK。就那时候很紧张的等候了哈 ，OK， 接下来呢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OK， 水 ，OK， 就倒下去，倒到哪里？倒到过滤水那边哈，倒到过滤水那边啊，过滤水的这个什么 picture，OK。Okay？过滤水的那个过滤水就是了哈，倒下去，然后里面你好像有三个怎样，就是好像用摩托这样会转的哈 ，OK， 但是还没有看到它转 ，OK， 那水是代表什么呢？水也代表活水啊，水也代表我们新的生命哈，就是要经过这个过滤啦，继续要过滤，而且要经过这个洞过去啦，到另外一端啦。接下来就看到真的很美妙啊，看到一双手，知道是上帝的手，真的很美妙的时候，也可以讲圣灵的手哈，就好像有点透明这样哈，圣灵的手，然后呢就一本书，这一本书呢是 hardcover 就是厚的一本，它的皮是厚的哈，而且它的怎样讲，那本书的画面前面正面啊，非常漂亮，有这种各样的颜色，倒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 ，OK， 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坐在那边，好像在听主耶稣讲话还是什么这样啊。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我不能够画出来，我只画了一点点，因为我不要画太多，画太多就把这个画面整个就毁掉了啊。然后呢，两只手就拿着这一本书
OK， 拿过去两只手哈、啊，你看我们的上帝多么有礼貌啊！不是说你们不是，我们不值得上帝这么尊敬我们，但是上帝还是这么谦卑的，把这本书两只手拿给谁呢？拿给这边 left hand side， 就是左边那边，那左边那边就一双手过来把它借过去了，很快就很立刻就借过去了。那给我聪明智慧，就是神呢要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充满着彩虹的，所以彩虹的是 live happily after， 就好像故事里面讲的 ，OK， Cinderella、Snow White 啊这些 ，OK， 那白雪公主之前的生活哈，那我们这圣徒呢就赶紧把主耶稣给我们的就借过来了，就是说我们准备很快就借神给我们的 live happily after， 远远快乐幸福的生活。 OK， 感谢赞美。就接下来就好像看到两边哈粘起来，但是它慢慢裂开来，是很亮的光哈，我没有白色的彩色笔，也就是有一点蓝色。 OK， 就裂开那个是活的哈，是活的，呼吸就要裂开哈，就是说分隔要到了。 OK， 好，接下来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一个画面 ，OK， 有个女子在跟一个男的在挣扎。这个女子啊，少年人这样哈，这样被一个色狼 ，OK， 色狼要强奸啊，还是要做这些不对的性行为这些哈，所以这个女子在挣扎 ，OK， 就是讲到，我一直问主是什么意思，当然差不多就知道。那上我就。一直追神，问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讲了，就给我看到一张 wrong girl 是什么？是做错的人 ，OK， 做错的 ，OK， 去强奸人啊，婚外情这些都是错的 ，wrong girl，OK，wrong girl， 然后又有 o， 对不对？就是就那些人做错的叫做 wrong girl，OK。Okay?然后呢，我就继续追问啊，那圣灵就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阿爸父要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救这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都不正义了 ，OK， 就像一个正常的家庭都会分裂的哈，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open inverted comma， 就是这个滴滴，然后滴滴滴滴就是说叫我要写下来，叫我写下来什么圣灵说的话，就是为什么阿爸父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救这个世界哈，所以非常感谢赞美主。接下来第九那边就看到stage 就是台上 ，OK， 后面他有那个curtain 哈 ，curtain 是窗帘啊，这个 OK。然后布很大很大块的布，很漂亮的，然后前面都是男生穿着什么黑色的衣服，帽子是白色的 ，OK， 那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在地上男人很多，男人强奸人 ，OK， 分外情做这些不对的事情 ，OK， 男男女女，但是在新天新地那一端，这些男的都是正义的，他们穿的衣服是黑色，就是活祭 ，OK， 献上自己给主的哈，帽子是白色的，他们的头脑是清洁。他们的头脑是清洁的，没有不正义的，是正义的哈。所以呢，头脑没有肮脏的哈。所以他们在台上赞美主，就是讲到在新天新地一端，就是美好的哈，没有这些邪恶的事情了哈。接下来就看到这个。什么这个 portal 就是天路 ,OK, 要被提的这个路很大的哈，天路，然后是这个颜色是差不多我也不是，有一点粉红色再加一点橙色的颜色哈 ,OK, 接下来呢我继续问主了，其实是比较前面，这个比较前面，当时问主说那些人是谁呀，然后主跟我讲说就没有，就给我看到意象说 The loved 就是上帝心爱的，就上帝心爱的圣者，上帝心爱的圣者 ,OK? 但是要记得，我们现在就算以前你过着不正义的生活 ,OK? 你在搞婚外情，
你很多男朋友过，你很多过着那些色情的生活，但是已经过去了。你今天是新的生活，新的一个人，不要再回去以前了。OK， 所以今天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爱主耶稣，好好爱家人，好好爱你的太太，好好爱你的子女。OK， 别人的属于别人了，不要去抢别人的妻子，也不要跟别人婚外情。OK， 这不是跟现在我们 WhatsApp 里面讲，就是以后也是一样，留下来的人也是一样。OK， 不要做这些不对的事情来故意反对上帝，不行的哈。对不起啊，这些话是跟以后，因为这个 WhatsApp 有放在YouTube 里面，而且中国那边也有一个 channel， 所以留下来的人要注意哈。OK， 那我们现在的就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在准备好自己，好不好？好，接下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子 ，OK， 这个女孩子穿得很漂亮的衣服 ，OK， 就是很近很近我哈，很近很近我了啊，再大我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了哈，就也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是有一点粉红色的花朵这样，然后呢，她的前面又有一个人，大人，但是大人只有上身看到哈 ，OK， 她就。问这个女孩子的手 ，OK， 这个女孩子好像只有差不多七八岁、十岁这样哈 ，OK， 她的意思是什么？在新天新地哪一端？因为这个画面是很近我了，因为我们就要回家了，所以很近很近我了哈。刚才看到那个女子 ，OK 啊，那个男子要强奸她或者要跟她性行为这些哈，这个是已经很远了，比较远的画面，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远离我们了，慢慢的远离我们。那我们的这个灵魂是接近新天新地那一端，所以新天新地的画面就很近，很大致了哈，很大的画面。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新天新地哪一端，女孩子大家都尊敬啊，就拿来 kiss kiss， OK， OK， 甜蜜的女孩子， OK， 我们大家都爱你， OK。 然后呢接下来男孩子也看到一个男孩子差不多有三四岁两三岁这样，那恐怖的人的手就把他抱起来， OK， 啊，抱起来，呜，就是欢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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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欢呼这个男生， OK， 就是男孩子呢，大家都很爱而且非常尊敬，就男男女女都很幸福的，什么没有像在这个世界被人强奸被人做性行为的，在被人家小孩子很小就抓去被人家强奸，不只是强奸，那些你知道西方国家东方也一样，被这些有钱人哈 OK 拿来做性武器这样，不是性品 ，OK， 所以是非常邪恶的这种世界过的生活，就像以前以色列在荒野里面40年当中，很多都是做那些不对的事情，做那些婚外情，做那些什么这些世界的情欲的事情，都非还有强奸这些都不对，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啊，所以我们一群人。以旧的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新的，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自己哦，还做一个新的人，要回到新天新地义的，不只是正义的人，而且要有这个盼望回到神已给我们的迦南地应许地 Promised Land。接下来呢，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一个四方格，就是新天新地哪一端，然后写着该到，该到 ，OK， 该到。该到，然后之后就看到没有听到声音说君王，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那一端，主耶稣该到，一定到的哈，到那边的哈。OK， 接下来就看到是走上光明，走上光明，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圣徒呢，就走上光明 ，enter the light，we the saint，enter the light，OK、okay?。OK， 接下来第15那边就看到有两排字，很短的两排字，好像一个下面只抓到下面写着区，然后写着君王，这个君王是另外一个君王还是这个军兵的君王？好像是军兵的君王，反正就是主耶稣了哈。然后写着走另外接下来的意象是走下路，主耶稣要下来 ，OK， 主耶稣要下来救这个世界了哈。OK， 那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要审判呢？大家都知道，审判就是为了悔改 ，OK， 让人谦卑起来，来认识这位真神 ，OK， 来追求这位真神，来祈求这位真神，然后才有这个永生的生命哈。好，我就看到一个时钟，一个时钟啊，不是画的，是真正的一个时钟。然后这个时间，我想我就不要讲这个时间，因为好像这个时间是背题的时间哈，好像是背题的时间，我就不要讲了，好不好 ？OK， 对着神叫我讲的时候我才讲哈。好，接下来就是刚才看到的一项像 video 这样，整个画面像 video， 就是。整个画面是 video， 好像你的 video 放成最大了哈，写着每一天时刻，每一天时刻，就是每一天时时刻刻，说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珍惜现在在世界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因为我们真的要过去，过去就没有回来了啊、哦。OK， 所以大家要准备好 ，OK， 要跟家人一起吃饭的吃饭 ，OK， 要跟父母亲啊多一点孝顺 ，OK， 多一点爱父母亲，多一点爱妻子，好不好？多一点爱老公哈 ，OK， 还有孩子们。接下来又是一个 video， 但是这个 video 呢是比较小的，因为我很快就画下去，就忘记发一点 space， 就好像上面有没有 18， 我上面又画了 18， 就是上面是 video 的画面，下面呢有这些叮叮咚咚，就是写着要跟人家分享 ，OK share， 要跟人家讲 share， 就是跟叫大家要跟别人讲，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